钱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，要拥有它不困难，只要付出劳力或者是智慧换取。但是要长久拥有它就非常的不容易。自古以来，没有钱的下场比比皆是。就像是孟姜女，要是那时候有钱，会落一下棺材，就不需要去哭倒长城。还有就是那个代父从军的花木兰，要不是家里没钱，她需要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鞯，南市买辔头，北市买长鞭，把整个城都跑一遍吗？睁开眼睛的那一刻，每个人都离不开使用者付费的逻辑。尤其在通膨严重的时刻，最重要的生存原则就是省钱。钱难道就不能省着花吗？请客户的钱不能省吧？光是这个月就比上个月多了30000块，礼品就重复买了3次。那不给过就是不给过。可可啊，这又不是你部门的业务啊，当然是规定去我行业的走。哎，因为你想要奖金7%、3%，不走，你找别人做吧。5%，请干。他们昨天晚上业务部去开欢迎会，结果一个晚上花52000，全部由他一个人买单，比我的薪水还多哎。52000，我一个半月的薪水。你的1块钱掉了，那这1块钱都送给你了。瞧不起1块钱，中央为1块钱而起。今天我请客，尽量免费。有钱人对 Ellie 来说真的是有致命的吸引力。每个人对于金钱的价值观不同，我就是把钱变成我自己喜欢的样子，然后用我的美丽去吸引男人注意，让他们掏多一点钱买更多的名牌给我。这就是上流。喜欢的人吧，我听说他喜欢的人，我听说啊，他喜欢的人上了会计部了。杰克，今天特别买牛奶来请你。你为什么对可可特别好？她是一个有趣的女孩。有趣？麦克特，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你又忘记我。你的茶叶蛋呢？可可很怕麦克照，因为麦克照曾经狂热地追求过可可。我沉睡在厨房的睡美人啊，是不是在等待我的另外？我牵着你的手。我也喜欢捡可可，那我们就公平竞争吧。我喜欢你，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一个晚上就可以花52000。那他不是富二代吗？但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两个价值观差太多了啦。因为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，所以就每样都带了一份。我知道他看不惯我花钱的习惯，他是没有安全感。当年啊，我为了我的好朋友，我把可可辛辛苦苦去打工的钱全部拿去借给人家。我们家人之间的感情是不可以用钱衡量的，所以你不要再道歉了。预备，开始！8.4秒，这是我们家的省钱小游戏。虽然很多人都说可可啊做事情爱计较，然后呢又很吝啬，但我要跟你讲，可可啊可是我心里面的心肝宝贝。你刚刚干嘛哭得那么伤心呢？因为今天是29号。又怎么样？我在这个月的倒数第二天进了病。全勤奖金都没了。林总啊，你这个人呢，就是表情太少，话太少，容易造成误会哈。他是我便利商店的同事啊。你今天昏倒，我想出来看看。佳丽，佳丽会这样是因为她晚上在路边等她男朋友，等了56分08秒。啊，那个袁虫啊，好像很关心你耶。不好意思，小心。喜欢你这个事情，
虽然你平时都不太爱说话，但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温暖的人，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喜欢你的。那你呢？我很喜欢你啊。在一起的时候你感觉就像我弟弟一样。弟弟？嗯，是一个很可爱的弟弟。既然主动的不行，那就用被动。你所看到的，甚至你想得到的，都能够变成我的成果。经理，经理，海哥的状况怎么样？医生说他胃溃疡差点猖狂，这段时间要休假，要在家休假。那我知道他家地址在哪里。然后跟他说我做过很不好，总是可以说的可怜。我好像看到小红帽。正走进大野狼的森林。我来帮你。没关系。加上 Michael 只好跟 Ellie 的介入，你这根本就是五星饭店主厨的等级。做菜是我的兴趣啦，我喜欢在家里面自己做菜，因为比较干净。我还是很担心你的心，总有一天会碎呀。下次我们可以一起。省钱也省不了大钱，会赚钱才是重点。难道你不想我嫁个好人家，下半辈子衣食无缺吗？小妹，你连锅铲都不会拿，你怎么照顾生病的人？得的，我只是想要去上个厕所而已。我的天哪！我快要迈入三字头了，你不再不嫁出去的话，我就没有机会了。要把她嫁出去吗？啊 ，please！ 这是海阔的胸膛，我被她紧紧抱着，好 man 的男人味哦。不要乱动！怎么会对他心动？乳胶弟啊，你个臭渣男啊！你个屁孩啊！到底是你，你个屁孩！感情的事情是双向的，你该知道我是真的很需要你啊！你卖个惨家啦！不要再给他机会了。家里不相信爱，爱情可能会随着时间流逝，但需要不会。那我可以帮嘉莉做什么？嘉莉一直精进她的烘焙技术，是因为她的梦想是要开个小小的烘焙坊。你应该为了你自己的梦想，不是为了我。现在你的执着，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一种压力。你喜欢李元崇吗？如果是真心喜欢你的人，一秒都不会让你等。像你这么温暖的人，应该要找一个真正对你好的。我在烘焙坊做的甜点，特别留给你的。不喜欢你，我喜欢的人是。你要知道，真正的幸福在等着你。家里很需要被需要的感觉，因为他太害怕有幸福。我要会计部办一个联谊小旅行，拉开距离的第一步就是要意志坚定，不可以被免费动摇。居然有龙虾和牛烧烤哎！这个全部都免费吗？不过两天一夜的事情。那有森林之旅，那晚上我不就可以跟海阔在星空下聊天？要参加，我要参加。你这样子穿，等一下起会不会喘不过气？我把防晒看得比我的命还重要。你是有多怕紫外线哦？你又错了，爱美不只是女人的权利，对男人也很重要。海阔，等我。不是说好用心的骑吗？你干嘛那么拼啊？我还没环岛到家，我快骑不动了啦！加油加油！厉害，我放下，可以让你们上。高级两杆湿纸巾，夏日居家出游必备良品。
老公，我买了生蚝，你要多吃一点哦。生蚝很贵呢，难得嘛。哥哥已经两天没有回来了，好想他、哦。想到连这个生蚝都觉得不好吃了，菜也不香了，一点胃口都没有。我为着你，安尼传来这等点点崇拜，我都袂敢来袂出个来八卦去。你即马甲我讲啥？我来对你对三十年，即马人嫌我歹食。老婆，你做的多好吃，我吃我吃。这一次，你不会再跟我抢和牛了吧？当然不会，全都给你。是吗？那个，开门干嘛不穿衣服啊？睡觉为什么要穿衣服？王海波，难道是因为我？为什么艾莉对你跟我的态度差这么多 ？Coffee, tea, or water？ 艾莉到底讨厌我？我在你家的时候，还对我掏出了他的 ，Oh yeah， 真心。而我也在你刚刚床上对他掏出了我最大最大最大的最大的那个诚意。这一次的旅行，我们就努力找出答案。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。我还是会继续接受可可的好意和体贴，再慢慢制造机会。价值观不一样就不能互相喜欢？会不会幸福并不是因为价值观一样，而是有没有共识？你干嘛看我？一步就好。如果我们距离一万步，只要跨出一步，剩下的9999步交给我。你喜欢上王海？以前你都没有存钱吗？简可可的省钱恋爱大作战正式开始。TVBS 42台4月14日起，每周日晚间8点完成省钱恋爱手册，有钱没钱都要爱。